Welcome to SBO Talk. The future of online gaming offering the best sports, casino and games. Hello，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啊、呃，由全体育网还有我们的 SBO Top 盛情赞助的每周足调。大家好，我们又是时候回来聊一聊这个星期还有上一个星期的足球了。大家好，我是一杰。嗯，大家好，我是 Brian。哎、hey,，Brian、啊、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讲这个球赛啦，又前瞻啦、啊，又分析这个赛情啦。结果这个星期，哎，有点特别哦，因为整个足坛就抛出了一个这样子的震撼弹。嗯 十二支就是欧洲的那个顶级豪门呢，就拉队出来说：“我们不要在这个呃欧足联的那个旗下参加他们的这个比赛，我们要自己自主、自立门户啊，创造这个叫做欧洲超级联赛，真的是超级联赛啊！嗯、每一个参加的那个球队都是新哦。”结果这个东西听起来，哇，大家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足坛大地震呢、啊？结果呢，样这个欧欧洲超级联赛一成立，不到四十八小时。 就好像分崩离析了，嗯，各大球队都相继的退出，然后很多那些呃球队老板还要录个视频出来，啊、呃，跟球迷道歉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做错了，请你们再原谅我们这样子，结果现在剩下。 皇家马德里，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这个联赛的那个主席佩雷斯的球队还在里面，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穿了这个皇马，不是来展停的哈，只是来说一说，只有、嗯、他们有这个立场，还是要留在这边了、啊嗯嗯。很明显是来罗更了，<laughs> 不是展恒啊，<laughs> 是哎、欸<以>，这支这十二支球队里面我，我我我我有点。 呃，意外的就是，竟然有一支球队还敢自称自己是豪门。你是说阿森纳还是热刺？阿森纳、啊，<laughs> 哇，你真的是自己黑自己的球队也是不用本啊？没不用本的吗？一天阿爹大不下台，我一路黑到底。<laughs> 就就是这个欧呃欧洲联不是有出一个这个、嗯、就通告啦，就是也不算通告，对不起，叫警告。<laughs> 就是如果你们敢去踢这个欧超联，我们就来对付你。啊，我会对付你之余，就是这一届欧洲杯，你们也不用去。 就是这些所属俱乐部的球员也不需要去踢欧洲<是>欧洲杯，也不需要去参加世界杯了。然后我跟你讲，阿森纳没有这方面的困扰，<laughs> 因为根本就没有国家队球员、呃，就有了四到五个咯。萨卡,、呃、卡,卡哦，萨卡对啊，加卡，然后还有谁？ 呃啊，奥巴马一样应该没有替世界杯吧？奥巴马是替非洲杯啊，对啊，他的国家加蓬，我不觉得。呃，拉卡塞应该也会也不会被入选的？因为迪尚也是不是很喜欢他。所以你跟我讲，还有另外一个哪个是可以替欧洲杯的啊？诶，热刺还有很多啊，热刺热刺有了 Hurricane 咯，Hurricane 灾了啊，就是很多。 英格兰国脚啊，都会在那边嘛，对,对不对？嗯，而而且阿森纳反正下一个赛季都不能参加欧冠嘛，不就参加这个？对，所以所以所以阿森纳，而且阿森纳是第一个官方发表通，就是那个高士，就是在官网第一个呃向球迷道歉的俱乐部。嗯，对，很闹很怂啊。很松啊 很爽，很爽，我觉得，反正都没有他替我过来，<laughs> 直接去替欧超联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又不是我，现在又道歉我，第一个道歉他们，哦、而且还是第一个道歉的，对。OK，我们要跟球迷解释一下，跟我们的球迷还有听友，这个欧超联为什么会啊会是如何诞生的？嗯、因为如果你要讲他其实有个前身，他前身就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G f o r t 据否定啊，定，就是那种什么七国峰会啊，这样子的，啊、就 something 来的啦啊 <laughs> 啊,啊！那那当时候其实也是呃闹闹出来的这一场闹剧，也是因为跟这个欧洲足联有关系的。就是欧足联，你知道呃一整个赛季这样踢起来，从小组赛踢到去冠军啊，嗯、那你拿冠军的球队的分成呢都不会超过一亿，嗯哼。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你拼到要生要死。 到最后赚最多的是欧足联。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些啊、呃，呃，欧洲的这些豪门球队呢，就是颇有威严啊、呃。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其实就是钱谈不拢嘛。嗯，钱如果给的过，给的够的话，人就合了嘛。马云不是有讲吗？哎，就是只有两个事情吧嘛啊，钱受了委屈，对，钱给的不够，对，那自然人就自然就会走了嘛，对不对？你看马云多厉害，所以啊，就。 那那当时这个时空背景，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是巴萨是第一个推出了，嗯，所以当时有很多一些赞成，就是这个居佛定一些球迷就骂这个巴萨是叛徒、呃、叛徒。对，那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是有点相似，就是异样。现在呃各大豪门受到的这个情势更为严峻，特别是因为这个疫情，因为疫情对于这个呃豪门的影响实在太大。因為,为什么？因为他们薪水真的是有像尤文德萨今年啊，嗯、很可能四大皆空嘛。 是吧？极大可能就是夺冠，你意甲夺冠是理论上可以夺冠，还有存在吧、啊？存在了，就其实是很难夺冠。那你买了 C 罗回来，然后一年给他三千多万的年薪，嗯、然后你四大皆空啊，不仅奖金没有，然后你今年又没有球迷入场，嗯，收入是至少要掉三四成了。嗯，那你可以看到啊、呃，各大网站了，好，我们这边就不一一跟大家报告亏损的球队啊，一年啊，嗯，好。 至少豪门啊，至少我说豪门级就是你啊、呃，有几名千千万年薪的这些球星，嗯，至少都要亏个三四千万，至少、哦，嗯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欧超联的孕育的诞生啊，其实就是一般前分不够多的这些豪门，然后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而、呃、聚在一起，那当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推手，就是呃美国的这个资本。 对，所以就看到、啊、就是摩根斯丹利啦，摩根斯丹利就是哦，准准备出资三十五亿来打造这个联赛啊啊，因为我们知道，呃，看新闻也看很多啦哈、哦，就是这个英超的这个转播费啊、嗯、是卖天价了，对，没错。可是西甲跟意、e、甲的转播费并没有天价，嗯，OK。然后另外，呃，在西甲跟意、e、甲的近这几年的这整个风气啊，就是呃。 我们知道疫情还会展延到明年嘛？很可能这个欧洲杯也不会有球迷入场。嗯,嗯，啊，整个世界的这个疫情要到明年年底，有专家讲啦我不是专家，我是引述专家。那没有球迷入场，就代表说你明年可能又要再亏一个五千万。到底怎么办呢是是？对，所以在这种啊各各式各样的条件，就是啊这些，尤其是像英超这些，他们的转播费啊也，也除了转播费跟他们的这个球场的收入之外啊，嗯。 其实英超是，呃，它不像德甲的这个，呃，股东股份制就是五十加一的这种，啊，五五十是股东，那另外还是要留留一些股份，大部分的，就是小部分的股份要留给球迷啊，嗯，所以这种结构性啊、呃，英超球队啊，只要就是在收入上连亏几个赛季，他们就会有。 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就看到最多英超队是要要求加入这个的，有六支这么多。对，反观是其他联赛都没有这么多。嗯、对，呃，我我相信除了曼城跟切西之外啊，其他的其他的真的是就是有面临这个财政上的问题、啊、是的，我们就有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哦，就是欧洲顶级里球队里面呢、啊、负债最多呢其实是热刺啊、哦、啊。嗯 五亿，今年八千万哦，五亿八千万还要再加一个一千六百万，就是解雇莫尼诺的这个违约金，刚好六亿亏。这样大件事情，因为这个欧超联，结果莫尼诺被解雇，好像就被盖掉了这个新闻啊、呃，就盖掉了。然后第二名就是曼联啦，四、嗯、亿五千万啊，然后就是尤文图斯喽，三亿三千五百万嗯，嗯，然后就是国际米兰两亿七千万，嗯，巴塞罗那两亿七千万。哎，国际米兰这个两亿七千万哦，是有点危险的，嗯，因为,为什么？因为是。 呃，张京就是苏宁集团啊哈啊、呃，就是张京东父子他们其实是跟他们是募资募回来的，并、嗯、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财产，所以呃，一旦呃今年就是这个赛季啊，国际米兰如果没有办法夺冠的话，呃，那个资金链他们会断裂，而且他们现在可怕的地方他们才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加入是是是合理的，是啊。呃 而至于阿森纳六六千六百万应该还好吧，所以应该就是为了要替欧冠，所以才参加的。对阿森都亏六千六百万，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我们开机炒了很多人嘛，<laughs> 现在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球探了。<laughs> 现在球探应该就是在靠球迷玩 n a 面的，就所以跟他们推荐一下。有先见之明咯，先炒了先、嗯、啊，反正我知道前面不好走那个、条路，所以就这样子咯。嗯、不过是你我们刚报了这一串数字，这大概如果听起来的话就。 这些球队如果去参加欧超联，就是非常合理嘛，对不、嗯嗯、一个字钱哦，对，就是钱的问题嘛。所以，嗯、其实我们在看回这个历史哦，就是大家。 一直以来了，这几十年来都有这样子这个消息传出来，就是当他们一觉得利益不在他们的那个大牌球队的手上的时候，或者是钱分不够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嗯，来看九零年的时候，九一年呐、啊，就是有这个<对>那时候欧欧足联就被被迫要改他这个赛制，嗯、因为以前都是全淘汰赛的。嗯，然后就有大牌球队说：“哎，我们这样一个不小心我们被淘汰掉，这样子我们奖金就少很多啊。”结果九一年的时候，他们就。嗯 从这个全淘汰的赛制改成小组赛，然后又增加这个奖金啊，嗯、还有这个出场费啊、嗯哦，结果就开心了。对，再过一个十年，到两千年的时候呢。 又有这个，那时候我们就时常有说嘛，非法病毒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词汇嘛，就是当那些球员去踢国家队的时候、嗯、受伤回来不能代表那个俱乐部踢的时候又损失了，嗯、结果他们又去吵，吵、嗯、了过后欧足联就说，哎、啊，好啦好啦，虽然不关我的事，但是我赔偿赔钱给你们了，嗯、这样子就息事宁人嘛，所以就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十年的一个周期哦，九零、嗯、年一次，两千年一次，现在二零。 二一年，嗯，又来一次，这次是很大，因为二零一零年没有出事嘛，所以可能二零二一就一直搞大它。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的确是像这个 Juventus 的主席阿涅利他就有讲，他这个是坚坚决的这个欧超的拥护者嘛。嗯，他甚至是辞去欧洲联里面他们一个什么欧洲什么呃俱乐部什么协会，他是主席的。曼联的那个哎哎沃也是这么做，哎沃文也是里面的理事还是副副副主席诸如此类的吧？啊。 那他们就是毅然辞掉我就我不要再担任这个职务了。那我他他们所发表的这个言论呢是公开的，就是媒体有转述，就是讲说，呃，在疫情，欧洲人是没有帮到球队。那没有疫情的时候，欧洲人是赚完所有的钱。嗯、那我们这些在养球员的这个俱乐部，其实从从来都没有得到欧洲人这个帮助啊。但他这句话其实是呃非常讲的冠冕堂皇了啊，想说如如果约发的成功啊，其实。 呃，是来自于球迷啊，嗯，因为所有的这些赛事，如果你没有球迷的话啊，你看我们买下足球，其实属于球迷的吧，对,对不对？其实我就所有的运动都是在球迷，对，基础都是在球迷。的<话><对>体育项目有什么用处呢？对，你看我们买下的篮球比赛，你知道，小猫两三只，每次看，然后看羽毛球可以团结全民哦，也是因为球迷的关系，对，也是因为球迷。所以，呃，如果你的家的球迷告诉你，讲说，哎，我们不要这种，我们还是要回到体制内，就是各自各国家的这种比赛。嗯 那阿内阿内利有对这一项东西有做一个反击啦。嗯、所谓反击就是，诶、欸，我们去参加欧超联哦，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回到各自国家联赛赛哦。连连我们现在只是要去呃呃去参加一个可以让我们这些各大豪门呃度过一些危机的一个赛事。 嗯啊，主要讲到他没有讲之钱啊，不过到最后也是钱哦。对，佩雷斯也是说嘛，为了拯救足球，我们必须要成立欧超联，嗯，也是钱哦。呃，佩雷斯还有他还有加一个附注的一个注标嘞，就是他有讲，他讲，如果我们不成立欧超联，年轻人都不看球了。不是，是接下来没有任何球队有能力买得起姆巴佩还有哈兰，明白为什么那两个球员就要被拖下水？不是，因为就是没有人有那个钱去买了道吗？接下来。 OK，这样啊、呃，这样那他的他的理由是这样了，他的理由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是非常佩雷斯的一句话、啊对，所以所以也就是说，呃，T O 超联跟这些美国的这些资本啊，嗯啊，他们的呃，他他就是呃金主，他们是幕后的金主嘛，那也就代表说，其实佩雷斯有暗示一样东西，就是。 一旦这个欧超联是启动的话，它的确就是一个生钱的工具。是，而而且刚你提到一点呢，呃、就是美国的财团在后面主导着这一个欧超联的那个成立哦。嗯嗯、所以就看到这个呃利物浦的那个民宿啊，就是 g r a a m e 啊 Souness 他就说嘛，嗯嗯、呃，球迷应该是可以原谅这个 Roman Abramovich 这种这样子的老板，嗯，但是如果美国财团像曼联、像利物浦这种，应该球迷不会放过他们了的。所以就是大家都很。 很明显就是在针对这个美国财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跟你讲，我们阿森纳球迷啊是最讨厌美国的财团的，<laughs> 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老板叫克恩克，克恩克啊，这个人。 呃，如果是资深阿森纳阿森纳球迷的话，如果有一个人对他是无感或者是不讨厌他的话，你不配做阿森纳的球迷。<laughs> 我跟你讲，他是怎么收购阿森纳？当初他要进来的时候，阿森纳是因为阿森纳是工人阶级球队之一啊。对啊，他们是抵制这个美国人，的，因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会会把它变成债务。那我们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曼联。嗯、曼联这几年球球队有赚钱吗？赚钱啊。 可是还是负债累累，可是还是负债累累啊！为什么啊？大家去自好科普一下这种股权分配法啊，跟啊有上课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推荐你们去上一些股权股权课 <laughs> 啊。我们历史做,做 affiliate 嘛，有谁要进来这边卖这个课程的、啊啊？哎，我就是就是美美国普遍的这些投资者，就是我高我就是低买高卖，就是要完全把它当成对赚钱的机器，当成是一个生意然后 并并有并没有把它说就是一个呃，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就是英超的国球，球就是英国的国球这样来去经营，嗯、所以呃被抵制呃是很合理的。嗯，OK，、呃、所以也有说到，当然你我们每次看历史就是说嘛，每次你清兵要入关也要有一个自己在那边的汉人做一个汉奸嘛。嗯，所以这边就讲到曼联的那个 Edward 了。嗯，就是他其实他有操，他是操作让这个 Glazer 财团来收购这个曼联的，然后他这个方式也是他来。 呃，他来主导那个方式，就是、股权分配法那一些啦。嗯，然后你看到这一指下来的话，就看到那些教练啊、球员，其实很多都是他说要买就买，他说要请这个教练就请这个教练。所以曼联球迷也是非常讨厌这个埃文、嗯，甚至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就传出有球迷去威胁，嗯，就是去他们的那个家那边做了一大堆东西，结果他老婆就怕了说，说哦，我真的是受不了这样下去了。所以看到这个。嗯嗯 他主导着这个欧超联的成立，因为他其实就是在 JP 摩根打过拱的一个人，嗯，所以他就引进了这个，所以 JP 摩根就说：“哇，你要成立欧超联吗？我来赞助你钱。”一连串东西其实就是和他有关系的。结果呢，现在这个欧超联就是几乎是分崩离析的时候，就看他传出说他半年之后他就要辞去这个呃他们这个 CEO 的这个职位了，嗯，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应该就算是对曼联的球迷来说，应该说对整个英格兰足坛来说，Ed w d w a r d 下台好像也是大家。 都很期待的一个这样子的结局啊、呃，等很久了吧？你问你自己，<laughs> 要把手放在放在你的心，扪 <laughs> 心自问，扪心自问是,是。所以大家都说啊，稳得下来的话，大家就拍烂手掌啦，对不对？没有，有时候你得民心就是这样，嗯、就是尽管你尽管你的贡献，其实我呃哎，不过、嗯、就是在呃这个虽然他不知道不懂足球啦，不过他在曼联的这个开拓，这个美国的这个。 市场哦，确实是有一些功劳，啊、有些功劳、哦。可是你的你不得民心，没有办法嘛。是对对你说到不懂足球，其实曼联的老板 Joe g l a 也是不懂足球吗？嗯、我记得还说过一句话是非常经典的，他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去研究什么是越位。”嗯，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懂。两年时间了，<laughs> <laughs> 所以他现在是曼联的老板啊，他还要做这个欧超联赛的那个副主席啊，嗯、他一个不懂足球越、嗯、位的搞不懂。 哇，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一点难接受了，甚至是比我女朋友还要糟糕。OK，我们都都都，跟我女儿差不多。<laughs> 我女儿问了，哎，这我进球了个又不酸的，<laughs> 可是你女儿会跳 Black Pink 哦？我觉得她不会跳，哎，别再讲 Black Pink 了。<laughs> 好，我们讲完这个东西，所以呃。 应该看到这个欧超联，大家我看应该也是要妥协一下吧。嗯、欧超联现在已经看起来是高吹了的啦，嗯、所以这个 UFA 就是欧足联看起来也是有一场大改革即将要来临了。嗯、其实就有看到他们就是说他们要 confirm 那接下来要三十六队啦，就是要取代这个小组的那个赛制会变成可能是一个联赛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去进行的。嗯，我想这个可能也是。 也算是好事吧，就是大家各退让一步这样子。但是自然那个分钱的方面，他应该是没有公布啦。但是以现在这个形式看来，应该他们可能会掏一些钱出来，让这些球队。 可以暂时安静下来吧。据说这个英超的 Big Six 推出啊，嗯啊，是因为他们呃有得到欧足联的一些承诺，就是会补他们一补他们一些钱，嗯哼，就给他们一些金钱上的援助。不过这个是没有得到任何证实的，呃，就是正规的管道证实这个消息。然后呃，这个新闻一出，那个佩雷斯老佛爷他就马上讲说，呃，其实我们欧超联还是在。 运作当中，嗯，我们只是暂停，就暂时暂停这个，让他进、啊、行这个计划，冬眠一下啊。对，那另外他，就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了，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啊？你推到完了，人家全部都道歉了，没有啊？我们是有签合约的，那你推要给违约金啊？没有人给违约金，所以我就当他们的还在哦。哇，这个也蛮鸵鸟这样的哦，哇 <laughs> 老佛爷这次<他>蛮鸵鸟这家的，他这次应该搞一个大头佛出来啊，<laughs>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讲啊，<laughs> <講>不然的话讲、啊、下台我喂、欸。所以我们也。 就是有理由相信了，嗯，啊，真的到最后就是钱在作怪，就可能有人承诺说给多少，那就让，哎呀，有钱就好办事嘛，呃、对不对？有钱就好商量嘛。不过你，我们我们讲了那么久了，是吧？这整期节目就是有讲了快一半了。嗯、OK，我自己个人我是认为说，呃，因为你看在英国啊，呃，这种竞争性啊，啊、呃，其实因为因为英国过去它的制度是这样子，哎，对不起，英超英超的制度是。 呃，转播费卖出去，大家来平分。那你冠军的拿多一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有那种降级队啊。嗯，啊、呃，至少一年你可以分到六千多万。那你隔一年在英冠的时候，你还是享有六千多万。嗯，啊，就是让你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可是我我倒是觉得、哦、英英英国啊，就是英格兰里面的、啊、太多球队啊。嗯哼，太多球队，太多太多球队啊，就是呃，不是说不好这个现象，而是。 呃，你要明白啊，现在啊，呃，把刚刚那个举文特首主席阿内利他就有提成一个报告，就是现在十八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是不看足球啊，嗯<哼>，反而是打那种手游啊，跟这个呃，还有去支持 Blackpink 啊，呃、啊，对，看 Blackpink BTS 啊这些东西啊，啊啊那个那个更更年龄更低啊，可能是六岁这种啊，<laughs> 啊，我家就两个，别再讲啊，OK，<laughs> 所以明显就是我们的足球的那个呃吸引力，我们叫呃 audience pool。 越来越就是那个受众群是越来越,、嗯、越,来越窄啊，就是看足球的人都是老年年龄人口开始慢慢老化的那一群人，所以呃某种程度我是赞同说欧超联的举办的，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我问我问新一句啦，嗯，整个英超有这样多个比赛，你难道场场都会看吗？这第一，嗯，对吧？你就算是你的爱队啊、哦，<未>有时候主场曼联主场对到莱、right、登或者对到盖板的时候。 哇，台湾十二点半的比赛也是比较难进，你可能进去对不对？对吧？<laughs> 可是如果那一天晚上是对超戏的话，哎、欸，十二点半来不？你都会看吗？<laughs> 对，明白啊。所以，我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如果欧超联跟欧足联能能够在呃呃两者的这个经济或者是球队的一些利益方面达到一个共识的话，嗯、这个欧超联的存在呢，确实是可以有助于呃推动呃。 高水平的这个足球竞技，但是有有一好就没有二好了。你、嗯、你说这样子，可能他那个观赏性会增加，对，但是他并不鼓励整体的那个足坛的发展啊、呃。对他是他闭门造车，那他他坏的坏的地方就缺点就是哦，他其实会造成一个贫富悬殊的位对，第一贫富悬殊，第二是水平上面对抹杀了，因为资源就那么多啊。嗯，其实钱就是这样，你如果你把。 一块钱移去那边，那代表说另外一个市场就少了另外一块钱，是，所以变成草根足球或者是那种次级联赛，比如说英冠啊，或者是意乙、c 乙、e、这些联赛啊，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变磨杀，是啊，所以所以、那个、呃，就是所以也不过我不过我觉得有点很好笑啊，就是啦、啊，这个欧超联喂很儿戏耶，四十八小时就认输哎、欸，<laughs> 明白、啊？钱的问题咯。中国如果打台湾，<是>搞不好台湾都可以顶七天哦。<laughs> 这胡<都>哇！<laughs> 你這這樣我,我说搞不好啦，<laughs> 不要讲政治话、啊、OK，<laughs>、欸、等一下我们那段剪掉，<laughs> <laughs> 还是讲 Black p i n k h e <laughs> OK 啦，我们讲完这个东西，嗯、我们还是要看回去这个足坛这个一个消息啦，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哦，曼城四,四冠王，四冠王，四冠王，结果完蛋了、嗯、啊！对啊，吹到太对，大热必死嘛，我们讲太多了。果然是呃，我刘拉说了，哎、欸，不过、這個、四冠王是乌托邦。这个曼城好像他素来都有这种。 在足总杯，他提不起兴致的哦。是，反正联赛杯，他反正联赛杯他就很喜欢我不是很很很很了解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是不是国？因为足总杯的,的那个渊源跟历史啊，足总杯的是比联赛杯还要来的。肯定啊，是最全球最老的一个比赛啊。我我反正就是有我我看那个报道了，不不知道忘记是哪一个足球民宿啊，因为太多民宿了、啊，他就讲说、嗯、他就批评这个曼城没有注重历史，不注重这个足总杯。 我听好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笑的啊！啊不然你要讲啊，伤的伤，对不对？轮换的轮换啊，你觉得还要替欧冠好，还是要替这个足总杯好？对咯，以历史归历史啦，但是经济还是最重要啦。嗯、你那个钱一对比起来，谁<对>重谁轻？ 不用讲咯、哎，诶联赛杯拿冠军五十万都没有啊，英镑摆咯，真的是。足总杯啊，两百万呢，喂，你觉得我还博哪个？<laughs> 给给薪水都不够给啊，英国。我曼城是曼城是没有差啦，就算就算,就算你看这一次他这个退掉这个欧欧足联也是，他也是英国球队里面的为第一支。嗯，是啊，嗯、你看他其实他应该欠债才欠四千四百万吧啦。 哎，我我跟你讲，我、哦、这个就是欧足联隔离的地方。你还记得就是两年、几年前有讲说一个公平财政的吗？嗯对<吧>，fair play，fair play 吗？嗯、现在没有 fair play 啊，没有了。现在有 u 嘎 a 嘎 play 不？<laughs> <实>已经没有这个什么 fair play 了，<实>因为他的他呃罚款那个五千万好像也有减价、欸，到最后是一千万成交。<laughs>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欧足联也是有 something 的啦。 也是很黑暗嘞、欸，讲起来跟罪犯好像没有太多差别吧？哦，哎，就好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喽。<laughs> 我们外人哎，看看就好。来看球啦，看球还是看球啊？姆利纽，你知道姆利纽创了个历史吗？就最早被解雇啊？不是，就是史上拿多的金拿最多的，交 <laughs> 七千多万，对，<laughs> 他连续砍了四个大老板吧、啊，哦、对不对？是，曼联都被砍了、啊，嗯、呃，不，不是被砍了、啊。嗯 这个砍两刀啊！阿布，阿布，阿布是贡献了三千多万，还不错了，一般了啦，一了，有情有义啦，还想怎么样哦？唯一是国际米兰，哎，是国际米兰还是唯一唯一没有拿回佣金？就是他执教国际米兰是没有拿回佣金的，对对，他是约满离开的。是啊，莫拉蒂跟他还相相处到还蛮愉快一下。所以这个老佛爷被他砍得很深一下那一刀哦。我们不要起头了，讲八千万了，八千万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八千万买 Harry Kane。 我觉得热刺应该卖哦，八千万不到亿哦现在这样的情况，必须要减价一下，有哪一支球队会出得起一亿多呢？现在这个行情，欧超联就没有了，是不是？有欧超联还讲一下，对啊，有欧超联搞不到两亿都有可能哦。Can we can？是的，嗯，OK。所以，我们看这个，呃，还有我们再看接下来，哎，这个联赛杯，你知道曼城比较在意的这个决赛咯就是在这个二十五号的时候就决赛了，曼城对这个热刺。 以现在这样子的情况说，莫里尼奥被炒可能有点群龙无首，又好像不是哦。嗯、过去的那一场球赛他还呃，Hurricane 没有打，嗯，结果孙兴敏就啊救主，就这样子赢了那一场比赛。呃，然后这样看起来的话，本来还以为可能会是一面倒了、呃，因为曼城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少了一个杯赛嘛，可能他需要需要激励一下球队，需要反弹一下这样子。然后莫里尼奥被闪电解雇。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又形势相对的，不要说五五开了，五十五对四十五吧，嗯、应该比较合理吧？曼城还是有五八线的那个优势。值哇，你你给的那么少啊？<laughs> 球是圆、哦、<对>怕的，趴的，然后吗？哦，我觉得至少有六四啊，或者七三啊，<四>对，OK。因为七<三>因为这个，诶，我我又不得不佩服热刺的主席的这个操作了，就是 Lavi，、嗯、他把摩里又炒掉了。嗯 那呃，他提拔上来的是那个 r n m s a 梅 m 有 s o n 就是据说呃，他是头那边有上了多粒螺丝啊，有二十八有二十八颗钉的那位。哇，那是确实很可怕，那是那一个受伤？热、啊、热刺的头骨裂开啊！呃、啊，那这个就是史上第一个九十后的英超主帅啊。嗯，我我觉得我不觉得他有任何魔力可以瞬间让热刺起死回生啊，起死回生啊。<带>不过有一点是。 他由他来当这个教练呢，是最完美的人选啊！第一至少可以稳住军心。对，第一他是热刺的情绪嘛。嗯，那如果球迷也可以接受、呃，球迷也可以接受。然后他呃有这个热刺的这个情怀啊。嗯，所以如果他你看啊，有些时候我跟你讲，啊、呃、换新衰呢啊、呃，一定是会某种程度都会鼓到球员的、啊。换帅如换刀那的意思啊。啊、呃，那他梅森如果出来就讲说，诶这场比赛呢，你们不要跟我讲有多难踢。 你来看看我头上这二十八颗钉，你就知道什么叫难了。<laughs> 如果、啊、有有这种 inspiration talk 的话，我觉得啊，以热刺的这个水平哎，呃，搞不好可以增加他们二十八线的功力。对对对,对搞不好可以增加二十八线八线的功力不止啊，他可能会吹吹、啊、发、啊，就是反正就是。 为自己而战嘛，因为不然这个赛季很恐怕又是一个四大皆空。是，哎，好在是联赛杯决赛而、啊嗯、不是足总杯决赛啊，不然的话，嗯、就阿德达这樣啊拿了一个足总。我觉得是球员自己还是有问题啦，嗯、因为过去在波切蒂诺带领他们之下，他们的防守啊，嗯、同样的阵容人员没有换太多，他们的防守其实是不差的。可是，一到莫里诺的时候，啊、好像是我们大开对白大巴，结果他们就好像踢得呃欢得欢失。哦、应该去访问一下的后卫，可能还会讲那一句话、呃、：same players。 Different coach，呃，也也对的。<laughs> 不过 Eric Dier 在 m o r e n o 的这个执教下是，本来以前是踢这个后腰，嗯，现在跑去踢这个中卫、中后卫，<位>所以可能这场比赛要要呃轮换一下。反正是那个被呃 m o r e n o 常常扒出的这个什么的、呃、San 啊，Sanchez，嗯，啊，这个呃，如果他跟提拔拿回来啊，可以重新提拔回来，然后让这个呃。 l D 啊，就是跑去这个呃做后腰的这一回到去他比较熟悉，对比较熟悉的地方。回到回到两年前、嗯、波切蒂诺带的那个那个阵容，我觉得这次是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因为毕竟这个是生死战嘛。嗯，你觉得曼城会全全力以赴嘛？就是包括可能 KDB 受伤了，可能小伤啦，可能他会那个时候应该是来得及恢复啦。以他们的那个公布的消息来看，但是你觉得曼城会不会全力出击呢？这一场，我觉得曼城肯定是要冲出一个记录去的。 他就很聪明，嗯、你看啊，如果他全力要去抢这个足总杯冠军啊，嗯、他要花九万年才可以超越阿森纳。<laughs> 啊，你看，自从这个中东集呃这个中油集团进,进中油集团啊，进驻之后，对吧？你看他们拿了就多少个联赛杯，拿了四个还是五个嘛。 就是为了冲这个记录而去了，是不是？肯定是嘛，不然你给给我一个原因，为什么你注重联赛杯？也对啦，因为 FA Cup 就是有底蕴嘛，就是曼城就是没有底蕴的嘛，怎么就整这个杯呢？联赛杯才符合我嘛，新贵啊，对嘛？是不是这样子？讲是没有错啊。OK，我们看完这个联赛杯决赛，我们现在再讲了一下，我们就看回下一轮英超的一些前瞻的赛事吧。我必须要提一提我们的这个干爹对利斯顿的啊，果然是对利物浦是有一手啊。嗯。 现在赛季初的时候三比四，哎呀，很可惜的这样落败。结果这一场又一比一逼平了他。嗯，而且你看他打这个强队好像都是蛮有一手一下、啊，赛季末这种没有，就是那个压力，力子有来的踢起来就比较更加疯啊，更加疯啊。然后这一场比赛其实啊、呃，主场对曼联哦，这主场对曼联连续两场主场啊，他们上一场对立物也是主场啊，嗯。 呃，红魔最近的状态也很好啊。梅森 Greenwood 啊，Rush c a v a 啊，对、啊，还有、啊、卡瓦尼啊啊，卡瓦尼、啊，啊、卡巴尼我觉得这个值得续约多一年啊。问题是他要不要留下来呢？呃、他已经有传出个消息说他要回到去南美洲比较接近他的家人的地方，而且 b o g a u n i s,、嗯、<S 可能已经留下一个七号、九号球衣任他选。嗯，我我我我觉得可能他会如果还有想继续征战这个欧洲顶级赛事的话。 我想可他可能会留下来，因为为什么？嗯、因为呃，去到博卡青年势必就是他整个竞技水平就下滑嘛。嗯，博卡青年，我不是说啊、呃、那边的整体的那个水平啊，整体水平没有很高，而是说你不要忘记，二零二二年明年啊是世界杯哦。嗯，那如果继续留在曼联，就是有一些。 跟这些年轻球员啊，或者是在欧洲足坛去踢的话，可以保持他的竞争力。我觉得应该很大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他说他要比较接近他的亲人嘛、啊，所以很大可能性是看这个疫情的走势。嗯，如果疫情已经比较好转的话，嗯，可能他家里人可以飞过来，或者飞回去这样子、啊。对对对。不,欸、不过乌拉圭人都是这样子嘛。乌拉圭人怎么讲呢？因为那个阿森纳就叫托雷拉也是、啊，哦、他爸妈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他讲说他请阿森纳快快把他卖回去，嗯、他也是要去博卡青年了。 你这就不看，对啊，南美洲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吧？尤乌拉圭人可能是比较比较思乡情重一点啊，对，<Okay, S 2> 有情有义、啊。OK，所以所以这场比赛怎么看？嗯、历史上来的曼联，我会看好曼联啊，还是历史上来的没有机会报仇了？呃，不是没有机会报仇，是曼联最近的势头真的是很稳。哎、啊，你还记得最最近这几期的节目，我都有呃提到说，其实曼联如果能够延续这个状态，嗯，那下一个赛季他其实很有机会就是重返。 就是呃争冠的这个行列，嗯，虽然这个赛季有啦，不过这个理论上还是有机会，理论上还是有机会。不过这场比赛就一定要剩下的这五轮联赛，曼联就是要好好的把自己的状态延续下去。是啊，必必须要全取啊，啊所有分数要拿完才有可能要等曼城、嗯。而且首第一轮啊，呃，这个两队短兵相接啊，前十分钟。 呃，后面最后赛事的结果是曼联六比二大胜这个例子巨来的，啊，干爹队是干爹队，我们也是要中肯的评论一下嘛。<laughs> OK，我们再看下一个啊，这个伦敦德比啊、嗯嗯、，West Ham United 的主场出战这个 Chelsea，呃，梅西啊，林加德还是一样状态很好了，不过伤退啊，不过这一这一轮不会复出，所以咯再加上他上上一轮那个势头被打断了之后，我觉得、嗯、West Ham United 会不会从此。 就走下坡了呢？走下坡不会啦。不过，因为乔尔西，我觉得他现在是英超里面状态最好的球队哦。嗯，没有错。不过，不过我这场球你要看哦，就是呃，如果外山没有办法获胜的话了，嗯、啊，他是积五十五分嘛，他其实现在是跟乔尔西是同分的。嗯哼。啊，那呃，这场不赢莱斯特城，即便打和，那他们的那个分差就会去到2分两分，两分。 啊，然后更何况，呃，狐狸这个莱斯西利是少赛一场的。 然后上一轮其实我们有讲到这个 West Ham、啊、对不对嗯，我还一度讲说这个 West Ham 是我非常看好他们可以杀进前前四<次>，对吧？所以就马上就翻车了，就输给纽卡斯了，<laughs> 又又来三了，<laughs> <我>又来亮了。我是不要再送上遥远的祝福好了，<laughs> 不要再害他们。你还是快点收回去，那句曼联会赢。Listen，t o n i g 你现在还知道我的用心吗？<laughs> <laughs> 不然我会这样好成赞曼联了。<laughs> OK，所以这场应该、呃。 如无意外，应该是乔西比较有把握吧。这一场虽然是客场了，但是现在主客的没有什么分际的啦。主客入主过后，乔西打客场是很得心应手的。我觉得整体的战术了、嗯，而且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掉链子的情况，除了那一场 West Brom、嗯、是突然间好像打瞌睡了一下子，接下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嗯，对，甚至可以在 FA Cup 淘汰 Man City，可以已经几乎可以说他们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现在目前是哦，对，整个欧洲足坛。 嗯，追追追，而且我觉得他 <Pop S 1> 他的状态出到非常到对的时候啊，嗯、就在这种我们非常需要冲刺的时候啊，他状态去到那个巅峰。嗯，反正跟曼城曼城比可能有点早早了一点点，现在反正有点疲态的那个出现出来。嗯，呃，我我这一场球我觉得和局的，会、哦、<喂>对和局，你然后也是会延续最近几轮赛事的大比分哦。所以你是想说？ 这样子的话，会让这个前世的那个悬念留到去，嗯，越后了啊，嗯、就是可以增加那个收视率，对不对？有一个阴谋论的那個存在，啊、肯肯定是有了，肯定是有。<laughs> 而 W S M 自己也不争气嘛，对不对？他尽管呃，上两轮啊，他对阿森纳的比赛，他本来也是可以赢下来的，嗯、就三比零领先，竟然被追到三比三。那对这个呃纽卡斯尔也是一样。 还要送人，送球又送人，呃、送球又送人。不过虽然我们看他战斗力是很强啦，然后整体的那个战术还是当年就是摩耶是在 Everton 的时候的那种冲吊型打法咯，然后就会很壮的一个中锋，很高的一个中场，呃、但是少用 Corner 来来给你顶过，哼 <laughs>，所以算是很奇葩下啦，因为不是他这个 West m 是 Top Ten 球队里面控球率最低的球队啊，嗯，就不是以传统这样子的。 这种典型的英超冲吊打法、啊，嗯，Brighton 也是这样打，但是打不到这样子的成绩出来，但是他可以，ley, 呃，不是温利，温利，嗯，温利也是这样子啊，其实打法就是非常的单调了嘛，嗯，就是上上前去找 c h r i s w o o d 吊球 c h r i s w o o d 吊球 c h r i s w o o d 但是 West Ham 可以哦做到这个这样子哦，所以你必须来说啊，足球天才还是有一手的、嗯嗯。没有 West Ham 是一直很很呃，我们算是英超中上游球队很奇葩的，以前还有一个帕罗迪卡尼的时候，他们哥。 隔两三个赛季就会忽然间冲到六七名，你看，又就是这样。隔一个赛季就是可能又要开始要保级，保级啊，明白？所以呃，没始终有时候我们说一个豪门的底蕴，底蕴，底蕴在哪里？就是这始终差一个，差一个命，就是一个没有那个欧冠的那个命。West Ham 是解释其中一对啊，Everton 也是啊，Everton，这个 West Ham，啊，你讲最近。 就是中下游球队啊，呃，成功打进欧冠啊，除了 B Six 之外啊，嗯，就是纽卡斯，就当那时候啊，呃,呃，Alan s h e a r e 还在队的时候，那现在几乎基本上其实有时你很难看到啊、呃，中上游球队啊就有办法挤到进欧冠了。是啊，所以那个贫富差距咯，嗯、就是说实力差距啊。连、啊、另外莱斯特蒂也是其中一个啦，就是让人特别意外的例子啊。是，特别是那一个赛季，突然间大家一起去走。 走风的时候他就拿了冠军，嗯，这次一有机会还是有机会是前四的哦，看他形势，而且是少赛一场，那就刚才说的，嗯、所以还是相当看好他们。啊，本来是一度有机会拿第二的，只是说最近六轮比赛里面输掉三场又和一场，但是还是在前四的位置了，嗯、所以还是有机会、啊。然这个欧冠赛场可以看到狐狸登场的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以这个狐狸作为我们的收尾啦。 所以有什么东西要补充了吗？呃，没有了，很累啊，这个礼拜真的很累啊！看阿森纳球，看得很累，不是心累。因为这个欧超联本来我也是有点小兴奋啊！哎，就十二队都是强队，怎么知道这样子？哎，四十八小时，不好意思，十一队都是强队，厉害，自黑，level 一百了，又升一级。OK，那好了，我们这个星期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和你再见，然后记得收看收听了，拜拜。